好，那我们这边 J5 Cray 这边是 USB4 跟 PD 3.1 的 DAC 专区，那我们这边是我们的12英万的一个 docking， 那它主要是有 triple display， 就是有三个最高是三个 4K 的显示的 docking 这样子，那它最多可以到两个 4K 60跟一个 4K 30的 display 这样。那再来是我们的 USB-C 的super power docking station， 那它这是我们目前的最新使用的 PD 3.1 的 charger， 那它可以到185瓦的一个输出，那它有一个PD 140跟一个 PD 45瓦的 charger， 那它最高速可以到185瓦。那再来是我 PD 3.1 的USB-C 的 docking station， 那它这边有一个15瓦的无线充电，然后它也有两个4K 的一个HDMI 跟网路口，跟两个10Gbps 的 USB 这样子。那它可以有一个支架，那你可以做一个支架，就可以这样立着使用，或者是你要这样躺着使用也是 OK 的。然后再来是我们的 USB-C 4K speakerphone 的 dock， 那它是结合了 speakerphone 跟集线器的一个组合，那它这边有一个。HDMI， 然后两个 USB， 然后一个 5Gbps 的 USB-C 跟 LAN 跟有线网路线的一个组合这样子。那我们接下来介绍的这个是我们的 Thunderbolt 4的一个最新的 dock， 那它可以最多可以支援一个 8K 60的 display 跟四个 4K 60的 display， 那它这边两边都有做输出的使用，那它你可以站着或者是你要倒着都可以做使用这样子。那再来是我们的 USB 440Gbps 的 SSD 卡的一个装置，那它是有 USB-C 4 USB-C， 然后 Thunderbolt 3跟 Thunderbolt 4都可以做使用，然后最高的速度可以到5120Mbps。那接下来是我们的 USB 4系列的线，那最主要的这个是我们着重介绍是240瓦这个线，那它是过我们的USB EIF 认证，那它就是有达到我们的 USB PD 3.1 的满规，那它可以最高可以支援到那个40Gbps 的数据跟240瓦。那我们现在介绍的是我们 8K 系列的一个 Hub 专区，那这个的话就是 JCH453， 它是有支援一个 8K 60的一个高画质传输，那这个带来是我们的 JCD403， 那它除了就是也是有 8K 60或者 4K144 的高画质传输之外，它还有 2.5G 的高速网路的一个 Port 的部分。那再来是我们的另外一个是 JCA465， 那它就是有两个一个 8K HDMI 的输出，也是一个 8K 60或是 4K144， 那如果是你要两个HDMI 输出的话，就是两个 4K 60。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这款 JVU300 的网路摄影机，那它特殊的特点是呢，它是2K144P 的画质之外，它也可以支援16:9的长形的一个画面，那它这边还有附赠一个磁吸式的麦克风，它除了是一个麦克风之外呢，它也可以支援，就是如果你远远的这样子介绍的话，它可以收到你的音的，准确收到你的音之外，它也可以当是一个遥控器的部分。那它可以除了可以 AI 的一个追踪关掉之外，也可以支援PIP 的子母画面跟麦克风静音，然后还有电源显示等等，然后还有Zoom in Zoom out 的一个放大缩小的一个画面这样子。那它目前就是功能到这边介绍结束，谢谢。我们公司这368就是属于它定位就是在企业用的那种 Webcam 的那种 Speakerphone 的产品，那它有 AI 功能，而且它的镜头是360度，然后它还有两个麦克风跟一个 Speaker 的产品。那我们的功能来讲，主要是说我们有6个功能可以选择，分别是上下180度，还有单主持单人模、两人模跟三人模，还有360度模，还有90度模。那一般我们在假设我设定在180度模的时候，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假设我现在 AI 是已经是开启，那我 AI 我把它锁定，我 AI 把它锁定我。好，那我 AI 锁定我之后，我现在人移动的话，它的画面会跟着我移动。那这样子在透过视讯会议在开会的时候，对方就会看到我的我在主持节目，我在讲解的时候是可以看着我，会随着，等于说我往左右移动的话，影像是追着我，所以对方是可以
清楚的看到主讲人 的情况。那两人墨跟三人墨，单人墨、两人墨、三人墨也都是有这样子的功能。那我们这个还有就是我刚刚讲的说两个麦克风跟一个 speaker， 在一般我们在做一些视讯会议的通话的时候，我两个麦的收音，因为我们定位在是一种中小型 的办公室，所以我两个麦的收音效果来讲，就是说我的会议室里面的所有人的基本上他们讲话基本上麦克风收音都是可以算是都收得到，而且我本身麦克风有做那种 AGC 的功能，所以我人在一米或是三米在讲话的时候，其实对方听到的声音大小基本上是一致的，不会说忽大忽小。那我还有带一个喇叭 speaker， 就是说我在做视讯会议的时候，我的喇叭不需要透过我电脑 notebook 的喇叭出声音，我本身 speaker 就可以出声音的。然后如果我没有我视讯会议完的时候，我这个单独我也可以透过，譬如说我放 YouTube 或是看什么一些那个影像的节目的时候，我也可以透过我本身368的那个 speaker 的输出的喇叭的输出。对，以上大概是368的介绍。好，这边的话是我们的那个充电线的部分，那彩色充电线马卡龙系列，以及我们的 MegaSafe 的那个磁吸的充电器，那它蛮适合就是说 iPhone 12以上的磁吸的那个手机可以做使用，它可以直立式或者是平放都可以做充电。那以及我们想要介绍比较特别部分是我们这个 Charger 的系列，那还有185瓦 PD 3.1 的，那这边那它单泡最高可以140瓦，很适合就是高规的就是笔电 MacBook 的那个充电，那以及 iPad 的部分也可以做充电。那以及我们的这个200瓦总功率输出可以到200瓦，那它也是适合你有蛮多设备的要充电的时候，很适合这一个去做使用，多设备充电。好，那这个是我们的绿能环保 Eco Friendly 的系列，那我们都是使用就是说环保再生素材来做使用，然后这是我们的 Hub 专区，那也是一样使用不同的颜色。